唔使呀，嗯，就系呀啦，是，嗯，是，所以讲，你知啊，我对大话新闻我是真感恩，嗯，啊，因为我讲实在无介看恁的节目啦，嗯，因为我都啊无闲啦，是，是，但是我也甲看，恁都做代志拢有就事论事来讲，嗯，所以讲，互我知道，啊，原来啊，比如说油价啊，瓦斯，嗯，啊，那个大宗物资的一种啊波动，会影响到不只是啊。嗯、一般的那个做生意人呀，包括小老百姓，啊、嗯哦，他整个的一个牵动这个社会的结构，是啊、哦，所以讲我跟他一个上简单的结论就是讲、嗯，今天不管是什么人，啊、嗯，唔、哦、是政治热衷的问题，嗯、为着咱家里，是啊、哦，咱家里一定要知影。啊，帮，所以帮者，你啊，2008年敢有去投票？诶、欸，无呢，无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你这边要投蔡英文就对了。这组一定啦。啊，你厝的人呢？厝的人哦，因为阮兜做民主的，嗯，非常民主，哎，哦，伫迄落阿扁啊，甲迄落宋楚瑜啊，个连战的时阵，阮兜有三栋，哦，啊，阮是大人哦，哦，唔捌讲吼，啊，伊就干那讲就事论事，啊，迄阵咱人无用做头路啊，嗯，啊，这边厝的人敢会倒出门？就对啦，这边厝的人敢会倒出门？应该是会啦。好，好，安尼吼，好，多谢，谢谢冯先生。来淡水的陈先生，陈先生，陈先生。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陈先生，你好。我是安尼啦吼，我就这意见就是讲，我计计。我计计吼，我弄个迄个最近拢接到足侪民调。嗯嗯嗯。啊，这民调呢，因为我是生理人，是，我足惊民调。嗯。因为我的民调呢，惊讲咱政府。啊！来查我，查我，往往底细。嗯，所以讲，那每一边面聊的时阵，我拢讲我支持，我马英九，我唔敢讲我支持，我蔡英文。哦，但唔敢讲我支持国民，唔敢支持民进党。实际上，我内心永远永远都是支持咱台湾。哦，因为台湾咱做生意时阵，选一个好的总统的时阵，会好，我的生意做较好。嗯，因为我选过去咱往马英九做总统的时阵。嗯。外省力掉两三成落来，哦、oh, oh, ， oh. 啊，计完了迄个阿扁的时阵，我赚足侪钱的，嗯，啊，实际上呢，咱的台湾的房地产，那我拢赚钱，起因是因为啥？完了阿扁的关系的，嗯嗯嗯，哦，啊，计起咱的泡沫经济，使咱房地产贵落来，按了，嗯，那些是咱的讲的土地政策，嗯，按房地产都要白起來，啊，慢慢就去捡着，捡着好康的，是是，哦，所以讲咱的房地产一直得起得起。跟这个，咱的国家的领导人的政策是非常有关系的。好，陈先生，多谢你哦，真歹势，无遐济时间，来等一下回来继续讨论，先休息进广告。